主播画面中可以看到，现场一片狼藉，机油落满地，还有一辆白色自小客后轮卡在分隔岛上。今天凌晨2点多，台中市发生一起车祸，有人听闻车主发生车祸，赶来现场，带您听一段稍早访问。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怎么了，然后打电话给他。对啊，我们是打给他，我们才来到车。他说他人在这边，我们一来看到车这样吓到了。当时自小客黄姓驾驶行经市政路，慢车道上时撞上停在路边停车格的一辆特斯拉休旅车，自小客当场翻覆在慢车道上，而驾驶则是轻伤送医。特斯拉休旅车原本还停在停车格，被撞击后整台车往前移将近1公尺，左后车轮爆胎，钣金严重凹陷，自小客也多处毁损，挡风玻璃碎裂。警方获报对驾驶实施酒测直径超标，事后通知拖吊业者进行拖吊，排除事故车辆。原警夹的字条要特斯拉车主与警方联系，撞车的自小客驾驶也依公共危险罪送办。以上最新主播，我是哈远仪，不用说故事，写自己的人生故事。有争议的拿证据说，被掩盖的挖出来说，非主流观点我有勇气说，用心说好2300万人的故事。我是哈远仪，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哦。